猪苗你就捡喽。这边的沙子天气天天都是雨，一天落到海起黑了，出一点点太阳晒一下，你看这包裹里头紧得什么几股了都紧得晒不干。我都没有。每天下午弄这一圈太阳烘来烘一下就不错了，那等着一天落到海还要怎样？我就是在这儿教的哈，包裹到自由指头喽，我到都屁不疼，包干煮球。关键是人家高粱这才开头，你要是过到那的话，你买个那老过嘛？哎，那要落雨，那有啥子烦？你还能管它天气落雨啊？我听那些说吹牛说，还要落一段时间，要是把谷子落雨才恼火。那是恼火，现在有几个月都不落雨，才得我感受。这样子就不落就不落，一暖又凉的落，你看我这豆豆啊，都给我麻了。坡高就还有些绿豆，后头都剪都没有剪，剪了也没太阳晒的，看嘛，都起毛点点了。你自己跟工人们一样的，啥子都要整得更多，种来够吃嘛就可以了嘛，就是那些。你要是没得太阳的，早些回来出来干。你看哈，你那些高粱打得出来不？打得出来，打出来凉的嘛，一逼得你这干干干净过就好点噻。一直阴阴的，打不下来。这高粱不得头还晒两个太阳。哪个打得好？哪的嘛？妈妈，爸，啊，你今天下午有空没得哦？咋子嘛？那搞点西瓜，那两天又不熟，这两天又落点雨，给积一下，田子可能淘的了。你给来淘了嘛？你们给不淘了，烂大半田子，可惜了。你怎么种得那么深的呢？你要种，你回去淘给淘来吃噻。我哪个时间哦？我自己跑去给我们放假，自己跑去给淘西瓜，我懒得跑去。要的，那我淘去淘来拿的噻。你放假你就过来嘛，放假在我这儿来吃噻。哦，要的哦。啊，要的，那我就上去淘，今天就去啊。啊，这将就这凉开了嘛，就给淘。你不紧不淘，那树透了嘞，烂大田都可可惜了。嗯，要的要的嘛。嗯，那么好嘛，行了嘛。你要的好嘛。哎，老张，我刚刚打电话喊你了噻，喊你给淘西瓜。啊，那是西瓜出头了，喊我给淘了的嘛。那拿不过给淘啊，喊你一下淘起来。那上班没空的啊，那是我淘下来嘛，那放假了等我这儿吃一样的噻，我给找口袋。那你快收拾就去得了，明天落雨又不停淘的。找个大点的口袋给，我找不到。哎呀，有个这种老张我还是安逸，光是去拿现成的我咋好意思的？你们给他西瓜了，我不去了，我再去淘一个。那走噻，你今天在这坐着干啥？我还想问你不去。大猪猪在屋头没有？在屋头打，你喊噻，喊猪猪噻。那就有点喽。大猪猪，我给你买了八八折。豆腐干。哎呦，你买的啊？哎呦，你们又买那么多东西哦，我咋找到那么多东西哦？慢慢吃噻，外公，放到多吃嘛，哪子知道吃几天？管老子。大猪猪，你回家了还不舒服没有？松多了，吃一肉的。就是外公，你肉还有的话，你要滴到吃，滴到把它用来吃完。你买西瓜，你淘去拿去下去吃了，我在我吃一半多。妈，今儿就是打电话喊我上淘西瓜。你们种的深深的你们淘来吃噻，外公。我个人吃了嘛，人家妈也没话淘。我也不客气的，外公。你喊我淘噻，我就淘。走，我也看，你这些淘的也淘喽。要的，走嘛，外公。我这大锅经常都是看不到，这大锅都是解嘛淘嘛。哦，来，这我熟了。那还要去拍一下，哎呀，得到了，可能是。淘了嘛，你要抱出来噻，就等到那些土豆。这个，这个。猪苗你就捡喽。你真的打不赢，你淘些生瓜回家去。不得。树苗你拍听到声音没有？听到了。我捡嘛，你要帮我倒噻。自己捡啦，你不晓得倒啊？哪个捡的哪个倒。倒噻。这里。张哥负责淘。不要淘了，不要捡了，你要跟猪猪留几个了嘛？那是。留点留点，我吃吧。猪猪还让我弄弄。要留两个，外公。大的都喊我们淘几只了，你吃小的哦。
推销的喝水，一两点一点水果，这小孩你抱得起不？抱得起，还得得起呢。哎，我这次在讨论馆从弄的回去，找个生意过来找你了。除了那两个耳，你看这些都是十多斤大货架，那草草头、土头看到不到。那东西嘛，几几个大口袋一装，我找口袋。不找问我准备好了嘞，我口袋也准备好了来的、嗯，就是这困不隆咚的，别的那从弄起走，我在想。我那车子高低困起走哟。还不滚下去，一只要一落地要打烂这些光。要不你给他抱着。转开。